骑着11公里路程，铁马令只手还能沿街拜票，完全看不出两人才刚走完5公里的大纵走步道。为了把爱将送进中央，柯阿伯拼了。做什么事情就是杜月贝斯嘛，认真做就好了。除了体力活，斗内作业同步启动，结合千岁宴1张餐券2000元，签名海报也要1张小朋友。但补选剩下2个星期，是能花多少？ 根据监察院公布资料，郑三代陈思雨存款高达890万，口袋满满，还要募资，也让网友酸度爆表。800转账是存款，但是负债第二页是867万。选举本来就是要花钱的，让民众有参与感，一起参与选举。扣扣 不够用募款当全民参与，炮打连胜文、陈其迈后，陈思雨也忍不住开酸对手。 如果一个候选人他的募款是不透明的，他也不去申请账户，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倒是大家要好好思考一下，这样的候选人是不是有落实所谓公开透明的一个原则？我想我们就一切照规定办理吧，因为我不太懂他的意思是什么。对来讲，这也许他们就是他的一个选举策略。他的策略是，也许就争取曝光或争种种的吧。复制阿伯模式，陈思雨凭胜选，但一个不到位也是扣分。记者黄明君、邱月、SNH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